陛下恕罪，都是李斯的意思，奴婢对您始终心耿耿的。赵高，你妈，我操。陛下他怎么了？陛下，龙玉归天了，可恨我等不能哭动上天，为陛下延年益寿。陛下，赵大人止步。通武侯这是做什么？陛下有令，扶苏不来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我和陛下主仆一场，只想再看他最后一眼。赵大人是要抗旨吗？陛下说了，赵大人还需赶紧和丞相李斯大人把他的遗命完成。通武侯大人也知道遗命吗？不知，陛下最后一口气只说让赵高李斯速速去办，我一个武将焉能知道遗命否？赵大人与其在这抗旨，不如赶紧去办，你是想寒了陛下的心吗？是是是，我这就去。赵高拉着李斯来到了自己的偏殿之中。赵大人这是为何？陛下到底有何遗命？丞相大人，陛下临行前说了要立公子扶苏为新君。这是自然，大公子素来深受陛下倚重，且贤名在外，所有皇子中当属于他。丞相大人，陛下还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陛下说蒙氏兄弟素来贤德，满朝之中无人能及。蒙氏兄弟多才多德，继朝元老，继代簪缨，深受陛下倚重也是自然。丞相大人，陛下说的是让大公子日后外事不绝问蒙恬，内事不绝问蒙毅，意思只怕是让蒙恬掌管这天下的兵马，让蒙毅位列百官之首啊。若是如此，那我等当臣子的自然要遵从。那是当然，日后那蒙恬掌控天下兵马，蒙毅掌控百官，两人深受大公子器重。丞相大人，咱们两个或许能在黄泉路上一起做个伴呢。赵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丞相大人不明白吗？蒙毅素来自以为是，他的想法偏怀柔，重如树，这可和丞相大人为陛下献的国策格格不入啊！你说他能容得下你的才能，还是容得下你的地位？国有争执，也是在所难免，一切都由新皇说了算。对，丞相大人说的对，大秦的国策，一切都由新皇说了算。但是这新皇是谁？如今只有丞相大人说了算。赵大人，这话何意？陛下遗命已发，你我若不遵从，乃大逆不道。李斯本来出身低微，幸得皇上提拔，才有今日的显贵。皇上现今要立大公子，让你我辅佐，怎可负皇恩？丞相大人不必如此，你若舍得下你这满腹才华和一生的富贵，甘当蒙氏兄弟的鱼肉，那我赵高也不说什么。赵高见李斯陷入了沉思，于是趁热打铁道：丞相是聪明人，扶苏是陛下的儿子，胡亥也是陛下的儿子，扶苏亲近蒙恬蒙毅，而胡亥殿下却是您的学生，立了扶苏您能善终吗？立了胡亥，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荣华富贵永世享有，这些以丞相之聪慧焉能不知？好，咱们如此也是为了大秦，此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没错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不过丞相要想好一点，就算不立扶苏，以扶苏和蒙氏兄弟的势力和能力，照样会让你我二人在日后不好过。你的意思是陛下一个人去九泉之下不是太孤单了吗？既然扶苏是孝子，蒙氏兄弟又忠心得很，那么怎么了？丞相，难道您想留后患吗？全凭赵大人安排。呵呵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丞相，你我联手何愁大事不成？随后二人就开始了合伙拟诏。来人，马上安排人马，快马加鞭将这一封诏书送往上郡，交与大公子扶苏。记住，必须要让扶苏和蒙恬依诏书内容速办，你要亲眼看着他们奉旨办事，你懂了吗？这里还有一道遗诏，烦请丞相大人召集随行群臣到行宫之中宣读。赵大人，丞相大人把我们都叫过来有何事？实不相瞒诸位，陛下驾崩了。诸位先别哭，陛下还有遗诏在，尔等要先听完陛下的遗命。赵大人说的对，还请赵大人和丞相大人宣读遗命吧。始皇帝36年六月初七，朕突感不适，想是多年积劳所致，祖宗垂怜，让朕从此不再劳累奔波。朕虽走，
不舍大秦，大公子扶苏素来顶撞于朕，不合朕意。小公子胡亥仁慈聪慧，如朕行影，朕心甚以重，故立胡亥为新君，继承朕之遗志，卿等不可有任何悖逆之心，务必躬身相助。朕在九泉之下，议会兴安，如若有任何宵小感起歹心，这令赵高与李斯严惩不贷。诏书念完，众人一片哗然，始皇帝竟是要立小儿子胡亥为帝。赵大人，陛下说要立小公子胡亥公子为新君，可是陛下一直以来不是都十分器重大公子扶苏吗？混账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陛下说得明明白白，扶苏素来顶撞陛下，陛下心里十分愤怒，所以才会发配他到上郡去，如此之人怎能合乎陛下心意成大秦之新君？小公子胡亥聪慧仁厚，才是陛下的心满意足之选。你这么说是在质问陛下了？不敢不敢。诸位大人，我和丞相乃亲耳听陛下一言，不敢有任何遗漏。诸位大人，陛下之一命立胡亥为新君，我等安心辅佐新君，可有人不服？我不服，可否？谁不服站出来。通武侯，你不在那里守护陛下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和丞相念的都是陛下一命，你有什么不服的？中车府令大人，你不用对我发火，刚才那话也不是我说的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是朕。别，陛下您怎么？你是说朕怎么还活着？还是你嫌弃朕来的不是时候，让你和李斯的戏没法唱下去了？陛下，臣万死，臣万死。陛下，奴婢不敢，陛下能转危为安，奴婢万分欣喜。你刚才说朕要立胡亥为帝，朕问你，朕的原话是什么？陛下的原话，许是奴婢听错了，奴婢知错，奴婢万死。听错？呵呵，一个听错，两个也听错。来人，带上来。打开，念。诺。始皇帝36年6月初7，朕突感不适，心中甚为烦闷。公子扶苏，朕一心器重，然而子却与蒙恬狼狈为奸，数次恶言顶撞，目无君父，朕倾心以对，尔等却豺狼之心，虎豹之词，置朕于何地？如此狼子野心之徒，弃朕呕血不止，朕焉能将大秦交付于尔等之手？即刻命你二人自尽谢罪，诏令记到，即刻执行，如若有半分悖逆，罪如欺君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在场的工人都没想到，这诏书竟是要逼迫扶苏和蒙恬自尽。赵高、李斯，这也是你们听错了，这难道也是朕的意思吗？陛下恕罪，都是李斯的意思，奴婢对您始终心耿耿的。赵高，你妈，我操！陛下，微臣万死，听信了赵高的谗言，贪图权势，篡改遗诏，臣万死难以抵罪，只求速死。读过赵高豺狼野心，遗诏全都是他所为，微臣只求陛下速速将我与赵高赐死。陛下，这二人奸佞无比，十恶不赦，全都当诛九族。陛下，陛下饶命，这都是李斯的意思，陛下明鉴，奴婢对您忠心耿耿，忠心耿耿啊。哼，朕念你陪伴了朕一辈子，苦劳甚多，九族可免，以免六族吧。诺。李斯，陛下，罪臣万死，罪臣愧对陛下恩情，九族诛灭，无以恕罪。把李斯先关起来，容朕想想到底该如何判罪。诺。陛下，罪臣只求速死，只求速死啊。